内心的。哎呦！当我把电梯出口用墙堵上。Later。哎，主人好。啊、下行。Going down。来吃饭去啊！啊，哈哈，来得巧。那个四楼那小情侣。一楼。First floor。哎呦！这不到夹层了吧？啥是夹层啊？这可危险了！这哎，你那啥，你别下，我这一会儿电梯掉了，不让出去了。不是，你往上走。不，咱看一眼，咱再看。你别把手放进去，一会儿掉了。不是，这能推开吗？你小心，你小心点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快跟该治疗了。不是，这能上去吗？去，赶紧去那个去二楼上。二楼上是不是？你知道那夹层电梯掉下去，刚才你就砸了。对呀，这太危险了。你吓我了，我出。二楼 ，second floor。我靠！哎，这是咋整的？哎。这不是二楼吗？二楼才这样啊！完了！你别出，别出，这咋整？咋整？啥？那啥，你给物业打电话，快！你有电话号吗？哎，报警！这咋光上了？我打电话。喂，物业小张吗？我们被困。李姐姐，咋了？是给我找到相亲对象了吗？啊！哎呀，什么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下载一个探探，上面随便划了划了，一大堆的单身美女资料信息随便看，都是真人认证过的，还优先匹配离你近的，比相亲靠谱多了。我楼下那两口子不就在上面认识的吗？哎呀，也不是，那个李推是什么玩意儿？对，我们被这个困在电梯里了，困电梯了。一楼，对，这电梯好坏的，夹层，一直就外头有堵墙啊，对，没堵墙。对，每层都有，我们一二三楼都去了，全是墙。你赶紧给我们整，我们着急出门呢，我们仨人都困这里了。对，快点啊！我们现在在一楼啊，赶紧一楼，我们报警了啊啊！好嘞。那啥，你要不那个再试试？你咋不试试呢？如果你来吧，我害怕。你试一把，小心点啊！啊，哎，慢点！怎么就是墙？哎，是不是有点软和？我的感觉啊，软，这不是墙，这不就是墙吗？就问你，哎，慢点啊！我。